Kelly 陳慧琳即將迎嚟52歲生日，佢表示喺屋企食餐飯簡單慶祝就可以。至於生日願望係希望兩個姐姐窒少啲阿媽，以及紅館 show 成功。係啊，你冇聽錯啊 ！Kelly 呢一日正式宣布，明年會舉辦入行30周年演唱會啊！而家係決定咗明年喺紅館7月嗰度係做演唱會嘅。嚇！關於呢個演唱會嘅建議，早前係咪同阿 Mark 都有見面咁樣啊？誒嗰時都未批到個期，但係我就要 mark 住啊 mark 個期，即係希望佢7月可以翻到嚟香港。咁而家就紅館真係覆咗係 OK 啦。咁啊，希望阿媽可以安排到咯。嚇，佢應該係瞓身過嚟幫你㗎啦，係咪？佢點都要瞓身㗎，睇下個人係喺香港定係喺英國㗎啫。紅館個 show 有冇話而家係有幾多場咁樣啊？可以透露到？未知，真係好初步嚇。咁我就覺得唔使太多啦，即係辛苦嘛。你想一次過一起歌城嗰啲啊，定係而家好即係可能係唱兩日休息一日？好喎、啊，呢啲好喎、啊，唱兩日休息一日又開兩日嗰啲好喎、啊，唞唞嘛，係啊，唔使咁扯嘅。Kelly 透露現階段揀緊歌，不過嘉賓名單就已經諗好咗啦。有位諗曬啲嘉賓㗎啦，希望佢哋有期咯。就是之前我做過他們嘉賓那些，現在呢是時候你們幫回我了，這樣是時候還回個人情給你這樣就不用說的會不會可能會不會聽到說最近即是早排都有些 crossover feature 的時候 Anson 都不走得了、啊、我都一定會找他、有沒有其他人選你自己是很想一定要找他過來的啦？其實我有些偶像的，我有啲偶像，我梗係唔想穿係邊個，但係我係從來都未同佢合作過。嚇！咁我都諗，而家唔邀請佢嚟咧，我諗我冇乜機會可以同佢再合唱或者 even 同台演出啊！我好似未同過佢同台演出，我希望請到佢。男定女嚟㗎？可唔可以透露少少？講俾你聽咧。其實 Kelly 呢日出席活動咁啱撞正超強颱風摩羯，佢事前都擔心活動搞唔搞得成，反而兩個仔仔突然多咗日假，好開心。佢哋有冇話啊好夜唔使翻學？啊有啦，有啲説話即係新聞咧，有啲小朋友就話啊，我會好努力咁樣翻嚟繼續温書嘅。梗係唔會啦，佢哋點會咁噶？嗰啲唔正常噶，佢呢啲佢星期四嗰時候已經諗住。哎呀，又要翻學，諗住唔使翻噶啦嘛，但你就唔使特登抽時間去要照顧佢哋嗰啲，即係突然喺屋企嘅時間。唔使噶啦，而家大個啦，失咗蹤噶啦，對住個電腦就自己，哇，自己嘅世界噶啦。